그대 지금 무슨 생각하며 일을 하고 있나요? 喝了都说说 나와 놀고 싶은 마음은 없나요? 알아요 그대 해야 할 일만이 남았단걸 그대 지금 무슨 생각하며 노트북을 여나요? 나와 놀고 싶은 마음은 없나요? 现在准备穿这一身，有一丢丢小露肉，但因为它这款弹性比较大，然后可以把肉收的比较好一点，就穿这身吧。 Yes， 收回去。今天天气也太好了，然后中午本来我俩健身完想说就在家里面随便搞点吃的，但是不是一个随便人，突然之间我们俩都特别想吃那个。 这鸡翅热了，好快！鹏哥超爱的豉油鸡，来分来分。这鸡翅热，好嫩啊！热的那个好吃。嗯，就配黑的肉。这里面最爱巨蟹，鹏哥的属实也来了。你太夸张了，好吃吗？是这种有点像碳烤的味儿的那种锅气。它怎么觉得上面加片好吃了？今天真的是有一股那种干炒的锅气。我的猪扒蛋饭，我选的是那个黑椒汁。哇塞！给你分一下鸡蛋吧。 给你们看，我眼睛这块好像长麦粒肿了，就是整个下眼睑这块现在就很肿，所以今天就完全没有画眼妆，把它好好的养一下，看它会不会过两天就好。我已经很久没有长这类似于麦粒肿这种东西了。我们现在准备去一趟4S店，前两天不是车上面出现那个胎压警报了吗？然后已经，哎呀，3-4天了吧，这个胎压警报还在，所以昨天腾哥就约了一下去做一个检查。 视频已经上传啦，然后现在审核中，今天的效率还挺高的，然后现在准备去做一个晚饭，吃晚饭会很健康。Just then，同志们，我跟大家讲，小伙伴就是我减肥路上的天敌，我真的，我今天已经把鸡胸肉已经解冻了，然后我小伙伴刚才突然之间他给我发了他在一个就是那个土菜馆点了好多菜，他让我和腾哥一起过去跟他吃湖北菜。 OK， 我要遵从我的胃口，还有我的心。我的心跟我讲说，你要去。你开心吗？我很开心。为啥？快一点，好吃的在等你，你都不着急吗？咱俩到底谁着急？我走得太急，忘了带相机了。哦，对，刚才突然想起来，穿鞋呗。穿了，再脚上带。带准备。也带了。 今天那个我们检查完以后，车胎是没事的，就不需要换车胎。但是好像给我们补了点气儿。好开心，又好开心。吃好吃的，吃好吃的。隐藏菜单，隐藏菜单土豆丝是不是？对。哇塞，这个是什么？我好像没有点过这个。凉拌香椿。哦。然后也是恩施运过来，这个是合渣。你一个人点了这么多？真的有点像，对。这个是合渣，有点就是它里面是豆发酵的豆子。就是。 天使土豆片的现场版吗？好的，刚才热的时候更好吃。嗯，好好吃。你还没吃过对吗？这是什么汤来着？你吃完那个饭就排骨了。哇塞，谢谢豆豆。好好喝呀，怎么这个这么好喝？因为这个藕，它的藕味巨重。你去了湖北了，我觉得全世界的藕没法下嘴。真的？好好吃，就是买藕过来，就是网。他一说你不是还脸都小了？ 嗯，有这么夸张吗？这么好，明显，我这几天没有见你，怎么变成这样？因为我从上周末开始有点孕反了。哦，你会吐是不是？我最恶心的就是他不吐。啊？就是他刚才那你怎么办？
是不是信啊？我也进进。我刚才看大家的弹幕，然后有个小伙伴说腾哥是不是去割痔疮了？割什么痔疮？没有没有没有，肠镜肠镜，大家想太多了，我健康的很，哪有痔疮？最近这段时间他胃不太好，就一直在胀气啊。对，我就想说，那既然去做，那就不如说肠镜胃镜一起做，因为他这个人平常很喜欢就拉肚子。我上一期不是跟大家就说我内孕嘛，然后现在有点焦虑，然后大家真的是好好，然后好多小伙伴就跟我分享了一下大家的这个怀孕的经历，我发现真的就是心情非常重要。谢谢大家。腾哥今天准备戴隐形，他已经戴了五分钟了吧，然后现在还不知道在捯饬啥。难不难呀？不难。不难。难的是扒开眼睛。小眼睛塞不进去。给大家看一下你的大眼睛，睁开。嗯。腾哥说他嘎完双眼皮，你给大家看你嘎完双眼皮的样子，好吓人。Hello， 今天你看全副武装，因为今天天气非常的好，跟腾哥准备出去户外徒步一下，然后我们还是准备去九溪渊树，我们俩最喜欢的地方。今天的 OOTD 一整个多巴胺穿搭，下面我穿了一个百褶网球裙，小背心搭了一个防晒服、防晒帽还有防晒墨镜。然后这个防晒服我真的觉得超级好看，它是蕉下他们家的，上身以后特别显白，而且特别的百搭，因为这个是休闲款嘛，所以不怎么挑身材也不挑场合，非常喜欢它下面这种有点像小裙摆的设计。正好一起给大家看看我今年挑的另外一个，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苹果型身材的话，必须选，一下子就拉长了你的身形，因为这个是一个短款 A 字扩肩型，而且我觉得这一款就显得肩特别的薄，它也很适合开车的时候来穿，手掌全部都包住了，在开车前披上又凉快而且又很防晒，关键就是真的还挺好看的。它们的面料都非常的轻薄，如果你在夏天穿防晒服不透气很闷的话，我相信也没有人愿意穿它，凉感度呀还有滑度都特别的好，而且这个蓝色款它的腋下部分颈部这块比较出汗的地方，它都做的是这种透气材质，可以把这个面罩拉得很高，这样的话就像一个防晒面罩，而且它的这个帽檐做的是黑胶的帽檐，所以它的防晒效果非常的好，一点都不透光。准备戴这个墨镜出去，你看它折叠起来比我的手掌还要小，就穿一些平时休闲的衣服，然后搭这个墨镜也是很出片，而且今年特别流行这种椭圆框的，就非常的 Y2K， 这个好像是杰伦同款的，戴上去我感觉夏天就要拉。哎，我印象中我好像上期视频不是还给大家看了这个吗？日落橘渐变色，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看，素颜神器。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化妆，你戴着这个就自带氛围感。然后这个防晒帽，我真的是一眼相中，而且它很适合大头型人。这款戴上去以后就超级可爱的，我觉得这有一种采蘑菇滴效果那样的感觉。里面它虽然说是这种浅色的，但其实它是彩色黑胶，完全不透光，遮阳效果很好。它颅顶这块用的都是那种非常轻薄的原纱材料，所以说透气性特别好。那我自己是特别喜欢把这个帽子在前面绑一个小小的蝴蝶结，你这事儿也很好。给大家看一下腾哥的这个，所有的拉链这边都有这个橘色的，你就很喜欢是不是？对，我就特别，因为就不单调嘛，年轻人就是有点这种色彩的搭配在上面。对，加上这边腋下呀，包括男生，我觉得出汗的氛围要更大一点。你看，这是透明的，能看到吗？透明的就很好呀，就是你看嘛，包括这块也是，它的背部这块也是，而且呢，男生的这个也是一个黑胶帽檐，戴上去我就很方便，就是能把脸完全盖住，环境也蛮好的。对。就户外运动还是没有。对，最重要的东西忘了跟大家讲了，因为蕉下它现在是全球包邮，所以我已经把今天视频里面跟大家展示的所有东西呢都放到了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最重要的不是我的眼镜吗？这个是杰伦同款，对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记得点击一下。我们到九溪渊树啦，超级热的今天，巨热，还好带了防晒服。 Let's go Let's go。超级凉快的。
拍婚纱照真的很不易耶。现在脸上啥都没有涂。前两天就有小伙伴问我说我有没有在做医美，我真的我上一次做医美还是1、2、3、4年前做的是那个黄金微针，然后做完以后整个就大烂脸。但我最近真的有点想去做那个热玛吉还有超声炮，咨询了一下给我推荐的就是热超联合，上半脸热玛吉，下半脸超声炮，因为他说我的脸就是肉比较多，然后可以让肉紧实一点，然后就变成了这边能这样子。这个人早上一起来就不高兴。嗯，为什么不高兴？把奶泡打刺了。第一杯好像是萃取有问题，嗯，然后第二杯他觉得奶泡没有打好，我觉得还行啊。然后最近腾哥姐可爱，他每次最后还剩了一点就给再弄一个迷你杯的奶铁。他前段时间就已经打得特别好了，然后好像这两天突然之间技能给消失了，不知道是哪个神仙把他的技能给偷走。功力威灵啊。换好衣服了，今天早上准备在家健身一下。昨天我发小红薯就说我是苹果身材，很多小伙伴都不信，等我给你们看你们就知道。但这个小伙伴他给我推荐了一个叫做 Eleni Fit，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你看这 before， 这是练完，你看现在这是一个人的肚子。所以哇，这我就是这样子的肚子，我现在是完全放松的状态。这个肚子你看就自然状态下像不像已经3个月了。先跟你们说我是苹果型身材，你们相信了吧？痛。我昨天看到那个小伙伴发的那个 Eleni Fit， 再加上看到网上那么多人的那个前后对比图，真的是心动到爆炸。希望我也可以拥有小蛮腰小蛮腰。来，小卖部选一个货，是这个吧，腾哥，明天就要做肠镜，还有胃镜，只能吃面条呀，或者这种比较软的东西。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可以再隆重一点。泡菜的精髓就是不能放太多水，所以我每次会稍微的凉一下。哪个勺？哇，好棒啊！大人用大勺，我不要，我要大的。啊？抢我的！加肉了吗？加了。哎，你不能吃！对对对对对，不好意思，我就自己吃了，谢班。你看，你还过分。嗯，泡面真的是隔一段时间就会很想吃，这芝士是灵魂。大家一定要试一下，就是吃泡面的时候给里面放 cheese。 你看它现在整个这个汤底就是特别的浓郁。美好的下午，从一杯牛油果拿铁开始。我前两天喝那个古茗他们家出的牛油果拿铁，我觉得还蛮好喝的，好像就这个比较熟，要用这种熟透了的牛油果给它冲泥，还可以。今天来宠幸这个杯子，接下来放椰乳。我真的就是剖开大王哎，怎么办？你现在是毛手毛脚大吗？我想找一个好看的角度，这样看着像广告，这样看就不好看。那只能这样子了。哎，我没有动它就往下面啊。
咋了嘛？泡一半撒一半，还贼用力。然后最后呢，就是等腾哥的咖啡液，开始吧。美丽，又绿又黑，川西套餐这是。大家先喝。腾哥说他明天要做肠镜，他不想试毒，所以这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只有我来做了。交给你了。超好喝，你不喝你一定会后悔。你眼睛有点在撒谎。我真的贼好喝。这是我们俩做的这么多创意咖啡以来创意咖啡最好喝的一次了，姐妹们，也就两次，哎，差点洒了，快把我激动的，来你尝尝，堵住了呀，出牛油果就堵住了呀，这怎么行？喝上来了不？我都看到牛油果了，好喝不？这不就是椰子拿铁吗？一丢丢小小的牛油果味，但是你就加了有一点果泥的感觉，还蛮特别的。王倩有一些很绝的那种动作是怎么来着？这样把这个给我打上去，我抖，把这个给他打上去，好喝的。啊，我的指甲，我基本上啊，每一次弄指甲，等到第三个礼拜，我就会开始抠。扣到最后就成这个样子了。Did you get home late? Did you think about your ex today? I know that you've been trying to work on. 晚上准备给腾哥做一个这种细挂面。Did you feel lonely? Did you maybe almost call me?You bore your friends with stories like I have. Didn't know how much to say. You said maybe we should talk less. It's more than art at all. I'm not saying I don't want this. I'm just. 来，想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还不错啊？给它焖的软软的，软乎乎，然后还有餐后的甜点，有枇杷，还有荔枝。那么我呢？你太过分了！我点了我很想吃的土家菜，点了一个。谁不想吃？嘿嘿，农家小炒肉，还有一盆米饭。Oh my god， 终于可以吃米了。这个我上次只能点，你不让我点，我终于点了我爱的炒饭。我是碳水爱好大户，哇，这个可以吃好久啊，这一盆也太大了。我没有办法做到一天两餐全吃面或者全吃米，嗯，所以晚上我必须得吃点菜，吃点米饭，开心吗？你看这个面，好香啊，好好吃。它这个炒饭刚一打开就一股腊肉味儿。惊喜，没有想到是腊肉炒饭。然后这个我们点过很多次，农家小炒肉，肉质啊，还有味道都很不错。兄弟，顶不住了，你吃不了，我要自己吃了。嗯，趁着夜黑风高，鸭子巧动，饭后来我的零食间，拿个瓜子儿。但是我跟腾哥吃过的最好吃的瓜子儿，它虽然说也是奎珍他们家的，但我感觉比在就是普通超市买的奎珍要更大，而且就真的每一颗都炒得好香呀。嗯，过年了，吃吧。啊，你故意。哦，没有，嗯，太香了，我知道。你的杯子拿了吗？杯子没有。快点吃药了。你背我比我自己走的累。大郎喝药了。大郎。哎，等会儿，等会儿，不够一升哎。一升水，你要喝一升水啊？这才六百，他这写的一升啊，你看。是要拿这个吨吨杯来喝药。刺激。哦呦，哇塞。卡叽咪，卡叽咪，卡叽咪！我想尝一口。
哎呦，你可拉倒吧，啥玩意儿都成，这不是啥好玩意儿。我喝不？味道还行，但是口感贼差，有一丢丢咸，然后还有点滑。啊？嗯。说的我好像。咸咸的，滑滑的，然后还是菠萝味儿的。药的名字呀？嗯。叫和爽。真爽。嗯。它有谐音梗，喝了都说爽了，喝了是挺爽的。哎呀，拉的我脑浆都快拉出来了，感觉已经喝完了最后的药了，没事，马上就到下午了。天哪！刚早上把这块的闭口给它清掉了，还有个横点，准备上个底妆，教你们一个可以让油皮还有混油皮夏天持妆时间更久的方法哦，就是你上底妆前先上散粉，你很轻薄的打一层就行。先上散粉可以把脸上多余的油脂给吃掉，后期的底妆吃得很牢。你看我就这样非常轻薄的先上一下散粉。我最近买了挺多气垫，赫拉他们家，我觉得这个气垫还可以。我不喜欢把脸上所有的瑕疵全部都遮掉，正常社交距离你是看不到那么多瑕疵的。你像我现在跟相机的距离基本上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最近距离了，这样子的程度我觉得在日常是完全 OK 的。再这样子用散粉定妆哦，然后我再把剩下的妆容画好，等一下呢就要跟腾哥去医院做他的肠胃镜检查了。腾哥的表情，嗯，我要去了，太饿了，我想赶紧搞，搞完让我吃饭。如果我状态好，就吃海底捞；如果状态不好，回家吃面条。我都紧张了。你紧张啥呀？又不那个什么你。想想就难受。这什么意思？就没问题嘛，没未见明显异常，就这个就是没事。腾哥已经做完了，现在整个人就是懵懵的。刚刚检查结果就是有点慢性胃炎，身体健康最重要，没事就行。主要就是不可以、啊，回家吃面条。Hello， 大家好，我活过来了。今天我们吃火锅在家。喝啥呀？是麻辣，然后牛油锅底。巨香，有肥牛，然后香菜牛，这人已经腻着了。芹菜牛，今天还是给腾哥做的那个什么鸡蛋面。连一天没吃饭就好爽啊！终于可以吃东西了。对，我真的感觉我都瘦了，轻盈了，尤其是脑袋，真的。我回来再洗个澡，先吃吧，先吃吧。我们俩今天都吃这个面，家里的饭还是比较健康一点。真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巨好消化。嗯，平凡的美味。我们家养缇娜煮面真的是一绝。那必须的。大家看，今天真的是完全没有吸油，而且我下午陪腾哥在医院，差不多快两个小时吧，就一直戴着口罩。你看，整个这个妆感。白糖粉，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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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那哪知道啊？咱这只管开火车，不操车站。今天早上我真的是非常不想锻炼，给自己做了好几次心理建设，再换好了衣服开始锻炼，但现在练完以后你感觉还好，我说服了自己，今天相当于是练这个健身的第二天，一起打卡好吗？突然觉得我这样的很像美作。
怎么样？今天是腾哥的购物分享，两天之内买的所有关于种花种草的东西。这是一个金铲子，玫瑰金的，好不好？带个锯齿，这就二合一吗？关键这颜值太高了，有一种黄金矿工铲金子的感觉。这是一个修剪花枝的，直的就修起来方便嘛。铲子。然后给大家介绍这两个是一套，这个是用来固定植物的，番茄的藤就可以挂在这上面让它好好长。因为像比如说葡萄呀什么番茄这种，它不都是沿那个东西能爬着长吗？这个水壶是非常高级的。我来介绍电动 Tina 选的自动喷水的，而且它可以选择喷雾的大小，打水壶，我觉得这个颜色很好看。是一个粘虫板，发现我们家花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有好多那种小黑飞蚊子粘苍蝇的东西，对，就给它粘住了。控水营养里它就是撒上去，每次浇水的时候它就会一点一点释放营养。这个是40升的最大的容量，因为咱家那几个盆都很大，买了一个这个能打开的一个步子，任何操作什么的，哎，一收哗一倒，就完事儿。这步子我觉得特别好。你感谢还有我的吗？还有一个是兰花土松木的颗粒，准备给它垫到那个盆的底下，因为盆底下不是有眼儿吗？相当于把那孔给堵住。大一点的陶土粒，因为我们家的陶土粒不太够，是不是没有乱买？以后你拿这个吃饭，不行，这有点扎嘴。